这一件我觉得它非常优秀，是因为它就是弹性非常好，然后又透气，然后又是针织。你看它这边设计这样子无袖，你就会觉得嗯，为了手臂，那照出来有没有，它设计这样就可以稍微的遮小手臂，玩遮手臂有没有，这个真的很棒哦。这个扣子是装饰的啦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它这个扣子是装饰用的。我穿白色，然后它还有紫色的，还有这个绿色，很亮的绿色，还有这个黑色。裙子我现在穿的是黄色，我觉得它这一件穿起来呢很挺，它是卡其布料那种，对。然后呢，它这边就是已经有做了一个就是压到的感觉，它是直接是车缝在上面的，所以就是视觉像狗，好像你好像系了一个皮带的感觉，对。但是它后面是松紧带，有没有？有。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穿到小 L， 可以，应该没问题。可以，黄色、白色就小清新，你有没有？有没有搭紫色？搭紫色，还有这个宝蓝色。哦，这红色完全就是可以参加婚礼啊，有没有？可以哦。搭白色就会特别的亮。